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好久不见，然后很开心，也很激动，因为又回来了，要跟所有台湾的朋友、台湾的观众，然后希望把最好的作品要去呈现给所有的观众，要感受在你心目中你们的功夫长一起努力，去为我每一个电影、每一个角色去出力、去出一份力去做好。 所以希望大家欣赏《无双》这部电影，能够可以看到又一个不一样的故事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你们吃了东西了吗？还没有。你们喝了东西了吗？还没有，就更好了。你也不要去上洗手间，啊！如果看不明白的话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再刷两遍、三遍都没问题。一定要告诉自己，我懂了。 你才会知道这个整部电影的魅力所在，好不好？好。在台湾都有一些好消息跟大家分享，会不会最近又可以跟我们公布说老婆是怎么？我都说了，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本身就是，我喜欢小朋友，就是，所有都是天安排的事情，但现在我觉得暂时还是无可奉告。 也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对我家庭的关注，以后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消息，一定会跟大家分享。